接下来表演呢是由我们的孙伟老师所率领家福中心的孩子们所带来的嘻哈组曲，由孙伟也就是小毛老师所带领来自不同年龄层的活泼学生们，结合 funky 饶舌以及嘻哈的街舞演出，用自我独特的风格展现出属于这个年纪的自信，让我们热烈的欢迎吧。掌声谢谢我们的精彩演出。